我要不要过去问一下呀，哥姐们、叔伯们？咱们来到直播间的哥姐们、叔伯们，你们说我要不要过去问一下呀？那我就出发了，哥姐们啊，我去看一下啊。那个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伯们，我去问一下，那个是阿姨吧？哥姐们蹲在那里看着，有头发长长的，应该是一个阿姨哦。那个阿姨，那个阿姨，哎呀，怎么不理我？阿姨你好，哎，啥情况呀，哥姐们？那个阿姨你好。阿姨，不是阿姨啊，那个阿妹哟、哦，哎，这个我看错了，哎，她怎么起来了呀？她不是蹲在那吗？哎，那个阿妹，那个，你这不是你蹲在这里干嘛呀？我啊，啊，在这里上毛丝吗？在这里上毛丝啊？嗯，不是上毛丝是什么意思呀，哥姐们？你要上毛丝？啊、什么什么我要上毛丝、啊？阿妹，不是上毛丝是啥意思啊？都是在这里上毛丝的。嗯，你来这里是来上毛丝吗？我搞不懂，我听不懂你们这边的话，阿妹。我是从广东过来的，我是一个全国自驾游的主播，我就是在抖音上就是直播，你知道吧？嗯。哎，那个我是全国自驾游旅游主播，然后呢，我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我都会直播。就是你们这里是什么民族呀？是什么民族？你跟我说一下来。我们这边是傣族啊。傣族啊。你们这边是傣族啊？跟你说的上毛丝是啥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阿妹？就是这里不舒服上毛丝吗？哦，这里不舒服上毛丝，蹲在这里不舒服上毛丝，上厕所是吧？那个我，哎呦那个阿妹啊，那你怎么不上了呀？那你来了吗？我不上了吗？那阿妹，我不看你吗？你上吗？那我不上了啊！我不上了吗？你怎么走了？你刚刚的东西怎么丢掉了呀？不要了吗？那我不上毛丝了吗？那阿妹啊，他怎么把这个丢了呀？刚刚我看到他丢了好多，他阿妹啊，你怎么把它丢了呀？不要了呀？这是上完毛丝拿来用的嘛？上完毛丝拿来用的啊？那个不是这个怎么擦呀，阿妹？啊？这是上完了，你拿它刮吗？拿它刮？我都没用过这个呀，这个不是哥姐们说的吗？那个你这个能刮吗？那个。我们都用纸巾的，都用纸巾啊。那你刮一下给我看一下，我都没试过。那对，上毛丝你先去上完，你就拿这个刮就好了吗？我不知道怎么刮吗？你试一下给我，就是我一会我要上的时候我再刮嘛。刮嘛，这样子刮嘛。就这样刮。嗯。这样刮，这个，咦？你拿去上嘛。那不要了，你都上过了。那个阿妹，那个不是你要去哪里啊？我回家吗？你要回家了。那个，这阿妹长得挺漂亮的，哥姐们，这阿妹长得挺漂亮，挺好看的，怎么样？那个阿妹啊，你等我一下嘞，对不对？你现在方不方便哦？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嘛，我这个人脸皮比较好，比较薄哦。那个我脸皮比较薄，我说出来你不要笑我，行不行？你说嘛。那个阿妹啊，就是我是从广东过来的一个旅游主播嘛，就是我呢。昨天晚饭没吃，今天早饭也没吃，中午饭也没吃，现在都快晚饭了，就我现在没吃饭 都没吃饭，我肚子饿得很，就是那个方不方便去你家，就是借点米借点肉呢，我去我车里面做个饭吃吗？嗯，那你刚才从那边来的、啊、不，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呀。你是一个人来的？我啥意思啊？一个人过来的啥意思啊？是不是我是一个人过来的、啊、一个人来的、哦、啊。那你板砸不板砸不、啊、这里板不板砸吗？板砸不什么板砸不怎么有没有人知道板砸啥意思啊？啊，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一个人人一百的福袋，没有领的哥姐们出来阿妹了，抓紧时间去领啊，还有一分钟就开了。不是板砸啥意思啊，哥姐们？那个阿妹啊，你能不能能不能说普通话呀？那我们都说惯傣话了吗？都说惯傣话板砸，这样的，这里强不强壮？哦，有没有力气？强不强壮是吧？啊、嘿，阿妹啊，这好不好吗？跟你说，阿妹，我一顿饭我能吃五碗，吃五碗。你看嘛，我一米八，然后呢，挺壮的这个又壮的，对吧？我身体板砸的很的、哦、啊，板砸板砸去我家有米的吗？啊、走啊，对啊，今天阿妹还杀了鸡吗？还有阿妹还杀了鸡，那个。嗯
主播怪怪的，你先别去。那个不是阿妹，你等我一下嘞。不是，不是，等我一下。那个啥意思啊，哥姐们？什么怪怪的？别不要去啊？去还是不去啊，哥姐们？去的怎么打个去哦？不去的打个不去，哥姐们。那个阿妹啊，你家方便吗？你老公在不在家？哦，我老乖啊，在的嘛。你老乖在家？嗯。啥意思？啊？你不是问我老乖吗？老乖是啥意思啊，阿妹？就是老乖吗？不，搞不。刚才不是问我老乖在不在吗？不是，阿妹啊，老乖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哥姐们？咱们直播间哥姐们说爱貌，有没有人知道老乖是啥意思？他说他老乖在家。啊？是老乖吗？就是老乖啊。嗯。老哦，你老爸在家是吧？不是我阿爸嘛。不是你阿爸。是老乖。老乖。嗯。老乖。啥意思哦？就是老乖吗？老，哦，那我知道了，阿妹，是不是白天一起干活，晚上还要一起干活的那个老乖？对的嘛。啊，半夜还会捉老鼠。这半夜还要加班捉老鼠的那个老乖。对的嘛。那个，是老公是吧？对的嘛。那个阿妹啊，你有老公啦？我是有老乖了。你结婚啦？哦，那我不去了，阿妹，那我走了啊。走了，阿哥。啊，我家里还有阿妹的吗？啥意思啊？哪个阿妹还没有老乖吗？啊，啥意思啊？不是，这等一下，阿妹。阿妹，我家里还有两个阿妹吗？家里还有两个阿妹。嗯，一个22岁吗？一个25岁都还没有老乖的吗？一个不是阿妹啊。啊。你家里还有两个阿妹啊？啊。你阿妹22岁，还有一个25岁。啊。都没有老乖，对的嘛。哎呦，不是，阿哥，哎，走吗？阿妹啊，你先等一下嘛，先等一下嘛，怎么这么、哎、怎么这么热情，这么主动呀，阿妹，那个。那我阿妹还没有老乖吗？我着急得很嘛。你阿妹还没有老乖，你着急得很。这边男孩子少吗？哦，这边男孩子少，22岁、25岁是吧？对的嘛，漂亮的嘛。都漂亮的。嗯，我阿妹比我漂亮多了嘛。那都25，你多大了呀？我29了嘛。你29了？嗯。那哦，那个主播，你赶紧去见一下嘛，我也想看一下他们两个妹妹。不是，哥姐们、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想看啊？啊，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想看一下他那两个妹妹是吗？哥姐们，想的哥姐们哦，想看的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打个响哦。那个阿妹啊，你家远不远啊？阿哥，走吗？就在前面那里啊。阿妹做饭还好吃的嘛。阿妹做饭还好吃啊。啊，那好吗？好吗？那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阿妹，阿哥，来，别拉我嘞，不拉了。那个，这怎么这么热情？阿妹，不是阿妹啊，不是，你怎么突然间这么热情，这么好客？我们这边的姑娘都热情的。那个阿妹啊，你这个是干嘛用的呀？这个啊，就是跟那个的嘛。跟那个的。跟那个吗？你跟那个的啥意思啊？是那个吗，阿哥？那个吗？啊，不是哥姐们，叔叔，这主播，你别去了，不是，那个，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叔、阿姨们，什么跟那个啥意思啊？哥姐们，那他家还有两个阿妹，没有老乖的，不是，那个阿妹啊，啊你能不能说普通话呀？我听不懂，跟那个是啥意思啊？就是跟那个嘛，那个，啊？跟那个嘛？这个。这个是什么呀？怎么叶子这么大的呀？啊？是那个吗，阿哥？芭蕉吗？哦，芭蕉哦。是的嘛。哦，这个是芭蕉哦。啊。哦，搁这个的呀。哦。是的嘛。那好嘛，那阿妹啊，啊你阿爸阿妈他们呢？不在家吗？我阿爸阿妈他们去干活了吗？还没回来的嘛。去干活了，还没回来啊？你有没有老妮啊？老妮是什么呀？啊，阿妹。我问你还有。就是有老妮的没有吗？哦，我有没有妹妹是吧？我没有妹妹，你有妹妹，我没有妹妹。不是问你有没有妹妹吗，阿哥？啊？是问你有没有老妮？有没有老妮？啊？老妮是啥呀，哥姐们？老妮不是妹妹吗，哥姐们？啊？主播，福袋没了，能不能再发一个呀？哥姐们出来嘛？这样，咱们来到直播间的哥姐们出来啊，没有？没有领到我刚刚给大家发的是人人100的福袋的哥姐们说阿妹呢，你们扣个一来啊、哦。老妮哦，对，阿妹啊，老妮是老婆了，这个意思吧？对的嘛，因为我两个阿妹都还没有老乖嘛。啊、哦，你两个阿妹都还没有老乖啊？啊
是你问你一下有没有老妮嘛？我不那个阿妹啊，我说出来我怕你笑我。没事的嘛。那个阿妹啊，身体就是个子这么高大吗？我为什么就是会出来旅游哦？啊，就是我妈把我赶出来的。为啥嘛？啊？为啥嘛？为啥？啊？她说我26岁了都还没找到一个女朋友，就一直都没交女朋友，就是，他就把我赶出来了，就是还没有老妮嘛。哎，那就太好了嘛。你多少岁？26岁啊。我对我26岁了。阿妹，那我阿妹有个25岁的吗？啊，有个25岁的。对呀，啊，你两个你都可以挑的嘛。两个都可以挑的啊。这个不是，走啊，这个，阿哥走 啊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个100%的福袋，哥姐们啊，没有领的哥姐们叔叔阿妹的抓紧时间去领领啊。那个哥姐们叔叔阿妹，你们想不想看他那两个阿妹？哥姐们想不想看那他那两个阿妹的？想看的哥姐们叔叔阿妹的打个响哦，打个响。那个阿妹啊，你家不远哦。我家就那里了吗？就啊，就这里啊，嗯，这就是你家了，这么快啊？前面那里就是我家了嘛。那个阿妹啊，你老乖呢？我老乖啊。啊，你老乖呢？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家哦。不知道在不在家哦。嗯，刚才我来说他是在家的吗？哦，刚才你来的时候他还在家。嗯。不是，那是你的妹妹还是你老乖的妹妹啊？我的妹妹嘛。你的妹妹。嗯，那你老乖是嫁过来的？对的嘛。对的。嗯，哎呦，那个那怎么应该没事哥姐们哦，应该没事哦。一般呢上门女婿呢都比较听话哥姐们哦，那应该没事哥姐们哦，咱们先去看一下行不行哥姐们啊。那个阿妹啊，那咱们赶紧走嘞，我也想看一下你那两个妹妹嘞。好的啊，我阿妹都个个漂亮的嘛，个子又高嘛。个个都漂亮啊。嗯，个子又高啊。哎呦，这个小华你赶紧去。小华一个1.72米了嘛。哦，一个1.65米，一个1.72米啊。啊，哎呦，这个我的老大，那个口水出来了哥姐们。口水要出来了哥姐们哦。那个这就是你家啦。哎呦，真干净真漂亮阿妹。那个哎呦，这家怎么这样的。逮楼吗？逮楼都是这样子的吗？这就是你们逮楼啊。嗯，那你阿妹他们呢？阿妹在家里面的嘛。阿妹在家里面的呀。嗯，那个阿妹，那我赶紧进上去了。哎，等一下吧，阿哥。好，啥意思啊？因为我阿妹两个阿妹都还没有老乖嘛，你直接上去的话要做上门老乖的嘛。啥意思哦？哎，就是上门老乖吗？你跟你那两个阿妹都没有老乖。嗯，我要是直接上去就得当上门老乖。嗯，哎，你那我想问一下阿妹啊。嗯，当时你的老乖是不是也这样子上去了，然后就过来当上门老乖了？对的嘛。对呀。啊，就我老乖过来直接上来了，就是我的老乖了吗？上门老乖是上门女婿吧，是吧哥姐们？是的，咱们打个是哥姐们啊。哦，那个阿妹啊。啊，你老乖嫁过来多久了？有5年了。嗯，你老乖嫁过来有5年了。嗯，哎呦，这个阿妹啊，那个你有两个妹妹哦。对的嘛。他们都要找上门老乖啊。就是都还没有老乖嘛。都没有老乖。嗯，那是要找上门老乖还是不上门的呢？那这个都可以的嘛，你直接进去的话那肯定是要做上门老乖的嘛。哦，直接进去就要当上门老乖了。对的嘛。那阿妹啊，这样哦，我家里呢就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嗯，我阿妈呢可能不同意哦。嗯，我阿妈可能不同意我当上门老乖。就阿妹啊，就你能不能去叫一下你两个阿妹下来嘞？我不上去行不行？那好的嘛，我去问一下我两个阿妹吗？啊，你在这里等一下吗？等一下。啊，那行哦，那行，对对对，那叫下来啊。哦，对对，我叫下来。啊，那我在这里等。啊，啥意思啊阿妹？怎么你低估啥呀？你刚刚低估了什么呀？你等一下嘛阿哥。啊，等一下。不是，啥意思啊哥姐们？那个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叔阿妹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个100%的福袋，没有领的哥姐们叔叔阿妹呢抓紧时间去领领啊。那个
刚刚呢，这个啊，刚刚那个阿妹呢，她是有老乖的哦，她还有两个阿妹没有老乖的，一个呢25岁，一个22岁，哥姐们，一个1.72米，一个1.65米，哥姐们哦，我一会呢，我不知道怎么挑，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叔们，来到我直播间的哥姐们叔叔们，你们还在不在看我直播啊？在不在看我直播，哥姐们，在看我直播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啊、哦，打个在啊、哦，打个在，一会呢，我啊。一会呢你们帮我看一下挑一下行不行，哥姐们，行不行，哥姐们叔叔们啊，咱们在还在看我直播的哥姐们叔叔们打个赞哦，一个25岁1.72米啊，一个22岁1.65米，哥姐们啊，你们一会帮我挑一下行不行，哥姐们，行的咱们打个行，哥姐们啊，行的打个行啊，那个他现在先上去跟他阿妹说一下啊，先上去跟他阿妹说一下，然后呢让他下来，我呢去啊，那个在这里，在这里，哥姐们，在这里排着队，一二三啊，不对，一二啊，一二的挑，哥姐们啊，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挑，哥姐们，哎，这个啊，那个哎，阿妹你下来啦，哎呦，那个，不是，我跟我两个阿妹说了嘛，啊，有一个个子高高的，应该有1.8米吧，啊，有，嗯，然后这里有板扎的吗？啊，板扎板扎，还没有老妮、哦、啊，没有老妮，阿妹。跟两个阿妹讲了嘛？啊，跟他讲了，就是让他们，你可以挑他们嘛，都可以。可以。你不想做上门老官啊、哦？哦，不想做上门老官。那赶紧上来。啊，不，啥意思啊？不是，上直接上来，没有人看到，不用做上门老官。哦，直接上来啊！没人看到，不用做啊。哎，那行，哎，那我来，那他们在哪里啊，阿妹？他们在里面的吗？他们在里面。啊。哎，你们家。阿妹阿妹在里面的吗？你阿妹都叫什么名字呀、啊？一个叫小丽吗？一个叫依依吗？一个叫小丽，一个叫依依。啊、嗯！哥姐们说，阿妹，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她那个阿妹应了呀？应了一声呀！哥姐们有没有听到？有的哥姐们说，阿妹打个有啊。那我这样吧，哥姐们，我来那个阿妹、嗯，我能不能跟你那两个妹妹打个招呼？可以的吗？可以啊。嗯。那个哥姐们，一会你们有听到声音的话，就打个有，哥姐们啊，那个。依依啊，依依，小丽，哎，这声音这么甜呢、啊？是的嘛。你，那人是不是真的很好看了、啊？那我两个阿妹漂亮啊，比我漂亮多了嘛。比你跳漂亮多了。啊、嗯。那个，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啊。啊。你叫我小。你叫小玉就好了吗？你叫你小玉啊、嗯、叫你小玉是吧、嗯、那个小玉妹妹哦、嗯、那个是这样的，我比你还大呢啊，比我大呀、那没事嘛，这小玉姐姐哦，那个你先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嘛，就是、嗯、你那两个妹妹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呀，那我问一下他们收拾好了没有嘛、啊、我说有个大帅哥来嘛、啊、他俩在那里赶紧收拾自己的嘛，赶紧收拾自己的呀、嗯、那个哥姐们说哎呦，这个小丽，这小玉哦，小玉妹妹长得这么漂亮、嗯、这么好看，她说她那两个妹妹呢比她长得更好看更漂亮，哥姐们，你们觉得这个小玉妹妹好不好看呀，哥姐们，好看的打个好看哦，漂亮的打个漂亮，哥姐们，那个你觉得我都漂亮，我两个妹妹更漂亮吗？两个妹妹更漂亮，那开门看一下嘞、啊、那等一下嘛，你先坐这里、等一下、啊、开门看一下他们俩吗？啊，好嘞好了没有啊、哎、一个好了没有啊、哎、怎么只有一个呀，阿妹啊，就我只看到一个，哥姐们，这个长发飘飘，然后小蛮腰，胳膊啊小胳膊细腿，哥姐们啊，那个肤白貌美，哎呦我这个啊，那个哥姐们，咋搞啊，哥姐们，怎么挑哪一个呀？我刚刚看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小丽还是依依，哥姐们啊，那个他先问一下他妹妹打扮好了没有，哥姐们，那个一会不是。主播他们那里怎么只有一个房间呀？不是，哥姐们，哎，你们看清楚了吗？只有一个房间吗，哥姐们？啊，左上角，哥姐们，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一个人人100的福袋，还有30秒就开了啊、哦！没有领的哥姐们、叔叔们都抓紧时间去领啊、哦！什么这么猥琐，这么色，啥意思哟，哥姐们？啊，什么说我色？哪有这种回事呀，哥姐们？
不是，我人老好了，哥姐们啊，我老正经了，哎，我是正经的。那个，哎，你要姐，你要妹妹了，哎呦，一个两个，看到没有，哥姐们，看到没有？看到了打个看到啊，看到了打个看到了啊，哥姐们，那个啊，那个小玉啊，那个小玉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里只有一个房间啊？对的吗？我们这里就一个房间吗？只有一个房间啊？那怎么住啊？那我们都住里面的吗？有帘子隔开的吗？这都住一个房间里面，嗯，用帘子隔开，嗯，用帘子隔开行吗？对的吗？啊，那个，就阿爸阿妈住一个，就是用那个帘子隔开，然后阿妹两个阿妹隔开吗？我跟我老乖，那隔音不是很不好吗？那隔音是不好的嘛，打呼噜都听到的嘛。打呼噜都听到了，嗯，你老乖就晚上捉老鼠，那他们不是听到了？那我不知道的嘛。啊，那阿妹啊，那个，那个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他们都说没有看到你那两个妹妹，说要再开一下门让他们看一下行不行？等一下嘛，啊，两个阿妹他们还在收拾自己吗？你就他们想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你吗？那个阿妹啊，我就这样看一下就好了，我就这样看一下，我就看他们背景先吗？啊，他们还在收拾的。啊，好嘞好嘞，那我就先看一下背嘛，哦，先看一下是不是有两个人在里啊？高一点的这个叫什么呀？依依吗？依依，高一点的叫依依，矮一点的那个叫小丽是吧？对的嘛。哎呦，这个头发这么长啊！长发及腰了，哥姐们看到了没？哥姐们一个两个看到了没有？哥姐们叔叔阿姨们看到了，哥姐们叔叔打个看到了啊！等一下嘛，阿哥。哦，坐着等一下。坐等一下。那个阿妹啊，我那个，我口有点渴，我想喝口水，阿妹。好的吗？你坐，我拿水给你喝吗？啊，你都没看到吗？哥姐们，你们瞎啦？没看到啊？啊？又说没看到是吧？我这一个两个给你们数出来了，你们还说没看到啊？是不是瞎了呀？看到的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打个看到了啊。那个主播福袋没了，能不能再发一个？不是，福袋又没了。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来到我直播间的啊，好吧，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哥姐们啊，来到我直播间的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没有领到福袋的啊，没有抢到福袋的哥姐们叔叔阿姨们呢，扣个一啊，扣个一，我看一下啊，咱们直播间还有多少人是没有领到福袋、没有抢到福袋的啊？好吧。这阿妹给我倒杯水啊，倒杯水喝。主播，你怎么空空手来人家家里啊？不是，啊，那个阿妹啊，你先等我一下啊，我给我直播间的哥姐们叔叔阿姨们呢发个福袋啊。是一个人来的吗？我在直播。哎，对，哎，那个，我先喝口，不是什么水别喝，不是啥意思啊？喝吧。哦，主播，福袋我发了，哥姐们，福袋我发了啊。那个在左上角，不是水别喝，啥意思啊，哥姐们？啊，喝嘛，阿哥咋不喝啊？你不是说口渴吗？喝嘛。啊，渴，我喝嘛，喝。啊、嗯。多喝点嘛，喝那么少啊？啊？你怎么喝那么少啊？这还要多喝点啊？可以了，阿妹，可以了，喝够多了。再喝点嘛。再喝点。嗯、啊。对，再喝点。那行吧，这味道有点怪怪的，阿妹。这个是我们去山上接的山泉水，是这个味道的吗？嗯，不喝了，不喝了，这喝了汗怎么流汗呢？你这很正常的吗？你今天是不是都没喝水啊？啊，今天没喝水。那你就是水喝太少了，这很正常。啊，那个不要再喝点。啊，不喝了，不喝了。那个啊，那个主播，你怎么空空手来人家家里、啊？主播，你在中缅边境遇到三个美女吗？不是，哥姐们，你们，对的，哥姐们啊，我这个三个阿妹，哥姐们，对，遇到了三个阿妹，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的，哥姐们啊，不是，主播，你怎么空空手就来人家家里了，还喝人家的水？不是，哥姐们，不是，啊，那个阿妹啊，嗯，你们这边有没有小店啊？小店啊。
啊，小卖部，对，有没有小卖铺啊？有的吗？有啊。嗯。那叫上你阿妹，咱们去小卖部，我想去买个那个小快乐。去买什么？小快乐。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啊，不知道我说。阿妹呀。啊，叫上阿妹。阿妹。阿妹，好了没啊？还没好。还有两分钟对吧？这咱们先过去好不好，哥姐们？咱们先过去买哦。咱们一会把东西拿回来，让他阿妹看到呢，能开心一点，高兴一点，就是对咱们呢可能会，态度更好一点，行不行，哥姐们？行不行？要不要去，哥姐们？行的，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打个醒哦。那个阿妹啊，那个小店远不远啊？不远吗？就在那里。两个阿妹他们还没收拾好。还有两分钟这样子吗？哦，小店不远是吧？啊，就前面那里呀，两步路就到了。哦哦，行，那你带我去嘞，咱们赶紧哦，快一点。我买那个啥？我要买那个小快乐，我买完就回来，我要看你阿妹。我看你那两个阿妹。行吧，开始呗，啊。这空空手，啊，空空手过来，不好是吧？那个主播你太小气了，你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不是，哥姐们，哎呦，这还有人说我小气哦。那个，哎呀，那这样吧，哥姐们，那个，阿妹啊，远吗？赶紧来。那里呀，阿哥，就在前面这里哦。就那里啊。嗯。啊，那行。就在这里。哎呦，那家里有水就刚好喝嘛，哥姐们。主播，你在中缅边境遇到三个阿妹吗？对呀，哥姐们，遇到三个阿妹哦。那个，主播，你赶紧买东西回去，我要看他的两个阿妹，我都没看到脸。不是，哥姐们、叔伯们，你们都没看到他的脸是吧？我也没看到，哥姐们，我也想看。哥姐们、叔伯们，想看他阿妹长什么样的？哥姐们、叔伯们哦，你们打个响哦，打个响，我抓紧时间，我买完东西就赶紧去，哥姐们，行不行？啊。好不好，哥姐们？想看了咱们打个响，�哥姐们啊！我看看咱们直播间，2000多人，有多少人是想看他阿妹的啊？那个，老板，哎呦，老板，夏老板，嘿，老板啊，你有没有小快乐？烟是吧？啊，对，给我拿一包嘞。那什么烟啊？那个，有什么的吗？华子有吗？没有华子，有这个上市。拿个五十的，这个四十五。拿个五十的，拿个五十的，来，拿个五十的。想看是吧？那怎么走呢？啊，啊，阿妹，那给钱。给钱。啊，我给啊。那我给啊。哦，那个不是，那个主播，你怎么就买个烟？我不是要给阿妹家买点东西吗，哥姐们？啊？要给阿妹家买点东西吗，哥姐们、叔伯们？要的，咱们打个药啊！我得多买点吗？不是，要给阿妹家买点东西吗，哥姐们、叔伯们？要的，咱们打个药，哥姐们啊！那个我本来想只买一个这个就走了的，那个啊，都说要啊！左上角人人100的福袋，哥姐们啊！左上角人人100的福袋啊！还有几分钟就开了，没有领的哥姐们、叔伯们呢，抓紧时间去领啊！要是吧？那行啊，那你。那阿妹啊，你先帮我拿着，好，先帮我拿着。那老板，给我拿4桶油来。要这么多干嘛？我要喝嘛。我买东西你还管我干嘛？我要拿来喝。哦。要留着买呀，没有货啦。啊？拿四桶吗？拿四桶，你再去进吗？拿着，我要进货了。拿四桶。4桶油够了吗，哥姐们？啊，那个，牛奶有没有啊，老板？有啊。哦，牛奶拿2箱。啊，纯牛奶吗？啊，纯牛奶。拿2箱纯牛奶，哥姐们、叔伯们还要买点啥？你跟我说哦，你们打在公屏上，哥姐们啊，我也不太懂，哥姐们啊，要不然一会呢，我没买对的话，你们又说我那个没有礼貌哦，没有又小气什么的啊，哥姐们、叔伯们，你们打在公屏上啊，说买多少的，哥姐们。买什么的？你们打出来，哥姐们啊，好吧。哦，大米是吧？有没有大米啊，老板？没有了。没有大米啊？没有了。鸡蛋呢？鸡蛋也没有啊，这种
天系哪有鸡蛋？哦，没有鸡蛋，那个，王老吉。王老吉啊。啊，王老吉拿两箱。哦，两箱王老吉，哥姐们啊，可以吧？两箱王老吉可以吧？啊？那个，八加一，老板，八加一搞两箱。啊？八加一。哎，没有了。没有了。有白的，要不要？白的，白的，白的可以吗，哥姐们？那阿妹啊，你阿爸整不整那个白的呀？啊，你老乖整不整那个白的呀？整的吗？整的。嗯。也整啊。嗯。华仔，那个白的可以吗，哥姐们？可以的，打个可以啊。那个老板，拿两瓶吧，拿两瓶。两瓶啊，拿两瓶。这贵啊，这个。贵就贵，没事啊，贵就贵。啊，感谢哥姐们出来送的小星星啊，拿两瓶。八宝粥有没有？有啊。拿两箱八宝粥。啊、哦，哎，还有点啥，哥姐们？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出来没有？还有点啥？够了没？可以了吗？够了，打个够了啊！可以的，打个可以了啊，哥姐们。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七度空间那个面包来两箱。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这下午干嘛？那个干嘛？他说要买那个给你吃吗？我不吃那个。你不吃啊？啊。那面包你都不吃啊？不吃。你阿妹吃吗？那阿妹吃吗？阿妹，面条哦，面条，老板，面条有吗？没有面条，方便面。方便面啊，拿两箱。拿两箱是吧？啊，方便面。一箱。啊，两箱，那个华子。啊，主播，你搞点华子吗？不是，华子也要搞吗？哥姐们出来吗？左上角福袋还有一分钟就开了啊！没有领的哥姐们出来吗？那抓紧时间去领领啊！不会领的我来教一下你们。华子要买的哥姐们出来吗？那打个药啊！我教一下你们怎么领这个福袋啊！哎呀，这个刚刚发的，然后又说不会领，哥姐们啊，你们自己去领啊，自己去领。咱们这里哥姐们啊，还有30秒就开了，哥姐们啊，这里啊。点上一个小关小注，哥姐们啊，点开这个福袋，然后呢，去发表一下评论，哥姐们啊，发表一下评论啊，参与成功啊，举行参与成功，然后呢，你就可以的领了啊，好吧？那个，药啊，都打药啊，华子也要。哎呦，那个，老板，那个，阿妹啊，嗯、你老公还有你阿爸整不整那个华子呀？抽的。啊。整啊！整啊！来两条吧。两条要什么的？就那个。是吧？啊，这是和天下吗？一千一条。和天下。啊。那整吧，整两条。两条的话就给你950一条吧。啊，那行，那你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那我就回去了，算一下多少钱，我给你付一下。你来去我家的。啊，对。你要娶阿妹啊？要娶那阿妹啊？啥意思哦，阿妹？哎，你买这么多？哼，这小玉，你说什么意思啊？要买这个就是要娶你阿妹啦？买这么多，这个这么贵，这个也这么贵，那不是要娶我阿妹啊？哎呦，这那个哥姐们出来没有？这啥意思哦，哥姐们？啊，这主播，可以了，2980。嗯，要不要先给啊？哦有，那个老板，有没有那个支付宝嘛？支付宝啊，有啊。有，那你拿支付宝给我扫给你。2980是吧？多少？哦，2980，我再扫一下啊。啊。支付宝到账2980元。哦，收到了，收到了啊。那可以了，帮我打包吗？这几天我给你送过去吗？你送到这个阿妹家吗？阿家是好的，那我一会拉车过来。一会拉车过来是吧？啊，这个太多了，我要拿车拉车过来打包。你能不能装一下那个这个白的，还有这个这两个给我拿着过去啊？啊，拿过去啊。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提亲的？我也不知道呀，哥姐们，我也不知道呀，他们这里没大米哦。那啊，就先把这个拿过去，哥姐们啊，好吧。
先把这个拿过去。那那走了哦，那走了哥姐们啊、哦，走了走了，咱们回去了哥姐们啊、哦，好吧？那阿妹啊，买这么多啊？哎，不多啊。我还不多、啊、我们那边都是这样的，去别人家里面做客都是这样买的。这样子啊？啊，你们这边提亲才这样子呢？提亲才这样子啊？是的吗？不是，阿妹啊，我还想问一下嘞，对，刚刚我没问清楚啊，就是你两个阿妹，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求，有没有什么条件啊？那有的嘛。有的。嗯、那我一会我亲口问他们行不行？那也可以的嘛。可以啊。就是我们这边他也要那个的吗？要那个、啊。嗯。哎呦，拍这拍，哎呦，忘记拍照了，那老板不会坑你吧？啊，不会的。不会、啊。就隔壁二叔吗？刚才我也看到有哪些了嘛。哦，你也看到了哦。嗯、那一会他还会送过来哦、嗯。那行，那叫你阿妹出来嘞。可以了吧，先上去叫他出来了啊、哦嗯、那哥姐们啊、哦、马上你们就能看到他那个那两个妹妹了，哥姐们啊、哦、那个主播发个福袋，不是又没抢到福袋啊，哥姐们，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叔叔爱帽来到我直播间啊、哦、还有2000人，咱们没有抢到我福袋的哥姐们啊、哦、没有抢到福袋的哥姐们叔叔爱帽的扣个一好吧，扣个一啊、哦、看一下，哎呀哪里都有好的有不好的嘛，对吧，正常的哥姐们，对吧，没有抢到福袋的哥姐们叔叔爱们呢扣个一来啊、哦、扣个一来，我再给你们发一个人人100的福袋哥姐们啊，好吧，不啰嗦哥姐们啊，不啰嗦，直接发哥姐们啊，那个叫他们出来嘞，我看是他们好了吗、哎、你先坐嘛，我先坐啊，嗯嗯，好了没呀，哎呦哎呦，这个一个两个三个他们就睡这里啊哥姐们，他们就睡这里的呀，你看到没有，就睡这里的呀，咦，那我今晚，那哥姐们出来吗？我今晚不走了 ，OK， 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知道人家方不方便，哥姐们啊、哦，左上角啊、哦，人人100的福袋没有领的哥姐们出来吗？抓紧时间去领领啊、哦，那个，哎呀，这个是依依呀、啊，哎呀，这个是依依呀、啊，哥姐们，漂亮吗？哥姐们，啊，这个是小丽呀、啊，那这个是小丽，这个。这个还是那个我那个那个小玉啊、哦、小玉、啊、那我就叫你姐姐了啊、哦、叫你姐姐了，那个阿姐啊、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女孩子啊，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的女孩子、啊、对，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女孩子，我突然间遇到这么多女孩子，我就有点害羞，我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啊，没事吗，去跟两个阿妹聊聊天吗，那个我脸皮比较薄，我那个小丽、啊、就是那个他，你能不能让他叫我一声哥哥呀啊，哎呀，你要去跟我两个阿妹多聊一下吗？他们自然会叫你的吗？自然会叫我的呀。啊、那个是，这个是依依啊，依依你好，那个小丽是吗？小丽你好。哎，你怎么握着个榴莲啊？不榴莲吗？啊？这不是榴莲。不是，谁说我脸皮厚的？我脸皮薄啊，哥姐们，我脸皮特别薄哦。那个，那个依依啊。嗯你有1.72米哦，这么高啊？有吗？哎，那个小丽1.65米啊。啊。哎，你们能站起来看一下吗？这个哥姐们，他怎么笑呀？那个害羞。他怎么害羞了呀？就是啊。没见过男的吗？没见过男的呀。对，很少有男孩子。怎么捂着脸呀，哥姐们？他怎么捂着脸啊？这没见过男的。那哥姐们出来吗？他们漂亮吗？哥姐们，漂亮吗？漂亮的打个漂亮哦，好看的打个好看，哥姐们啊、哦，我，哎呀，哥姐们，这，你们都看到了吧？一个是依依，一个是小丽啊、哦，哥姐们看到没有？他开榴莲给我吃啊！开榴莲给我吃啊！这菠萝蜜啊，阿蜜果，这阿蜜果，对，阿蜜果，这不是榴莲吗？哥姐们，这不是榴莲的吗？那个，我坐可以坐吗？可以坐这里吗？可以吗？啊，可以啊。嗯、哎呦，像我
那个哥姐们啊，那个，哎呀，小，哎呦，忘记叫什么了。小丽吗？哎、小丽，哦，这个是小丽啊、哦。对的吗？小丽，嘿，你想找老瓜呀？想的吗？想啊。啊。我也没有老妮啊。那合适的吗？合适啊。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小丽？多好嘛！什么人模狗样的，啥意思啊？啊？啊？他不是哥姐们，他怎么说我人模狗样的？啥意思啊，哥姐们出来吗？啊？不是，他是嫌弃我吗？觉得我丑吗？哥姐们出来吗？不是，主播看一下你嘞，我想看一下你长啥样。不是，哎呦，你们想看一下我啊？那个哥姐们出来吗？这样吧。都想看一下我是吧，哥姐们？没见过主播是吧？没见过小华是吧，哥姐们？那个真的小丽子，你突然间说这种话，有点打击我哦，哥姐们啊、哦！没有，想看我的哥姐们出来吗？咱们扣个一啊、哦！我露个脸跟你们见个面，哥姐们啊、哦！我直播间应该有老粉丝看过我的，哥姐们应该有老粉丝知道我的嘛，对吧？我经常直播带你们去游山玩水的，体验那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今天呢刚好遇到三个阿妹，这个阿妹有老乖了，那两个呢没有老乖啊、哦。然后呢，哥姐们出来嘛，我露个脸跟你们见个面，因为呢我最近晒得比较黑啊、哦。然后呢你们别介意行不行，哥姐们？长得可能是有点人模狗样的，有点丑，哥姐们啊、哦，有点丑。那个哥姐们出来嘛，那我就露个脸跟你们见个面啊、哦。哎呦，汗一直流，哥姐们啊。Hello， 哥姐们，叔叔阿姨们，现在呢，这我叫小华，哥姐们啊，我叫小华，感谢哥姐们、叔叔阿姨们呢，在我直播间啊、支持我、陪伴我，哥姐们啊，然后呢，啊，我今年呢26岁了啊，我今年26岁了，哥姐们，刚刚呢，那个小丽呢，她说我人模狗样的，她是夸我还是说我不好看呀？啊？那个，啊，主播，你长这么丑就不要露脸出来。跟人家见面了，我，哎呦，不是哥姐们，那我就，哎，那算了，哥姐们啊，那还是给你们看美女就好了啊。左上角福袋还有3分钟啊，人人100的一个福袋，没有领的哥姐们说俺们呢，抓紧时间去领啊。哎呦，跟损仔什么损仔啊？哎呦，主播你是哪里的？我是广东的，哥姐们啊。小丽，他是不是看不上我呀，哥姐们？你看呐、啊，他一直都没有瞧我，一直动那个菠萝蜜是吧？这是菠萝蜜吧，哥姐们？是菠萝蜜吗？啊，他一直在那个动那个菠萝蜜，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还说我人模狗样的，不好看，可能他是看不上我，哥姐们啊。帅气的吗？人模狗样就帅气的意思吗？啊？人模狗样就帅气的意思吗？人模狗样帅气的意思啊？对的嘛。是吗，哥姐们？这是好的吗？人模狗样是好词吗？啊？是，哥姐们，这那我不要他了，不要他了。这依依哦、嗯，你长这么好看啊，依依，你比这个好看，哥姐们啊，不要他了。哥姐们啊、哦，那个不是你是你呀太色了，啥意思哦？啊？猫多利什么猫多利呀、啊？猫多利是啥意思啊？那个一呀、啊，猫多利是啥意思啊？就是你嘛，帅哥的意思吗？啊？猫啊？猫多利就帅哥的意思吗？猫多利帅哥的意思啊？嗯。哎。毛多嘛，猫多利嘛，你毛也多。毛什么毛多呀，哥姐们，他怎么知道的呀？他没看过，有这个他乱讲的，你给他讲对，哥姐们啊，那个不是，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哥姐们啊，他怎么乱说话，这都不能被他知道，哥姐们啊，什么毛多的也能知道的呀？乱猜了吧？啊，是不是乱说的呀？猫多利是帅哥的意思吗？啊？那你帅不帅嘛？帅不帅？那我
我他们都说我不好看的嘛。好看的嘛，多帅气嘛，身体又板砸的嘛，看起来。啊，广东，广东哪里人？广东湛江的哥姐们啊，广东湛江的，那个，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出来嘛，有喜欢小华的哥姐们出来们呢，给小华呢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然后呢，点开这个福袋啊，去领领福袋，哥姐们啊，主播，我不会抢福袋，能不能教我一下？不会抢福袋是吧？我来教一下你们怎么抢这个福袋，哥姐们啊，那个在左上角，哥姐们啊，在左上角，我拿一下手机，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抢这个福袋啊，你们。这里哥姐们啊，这里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帅们啊，来到我直播间的哥姐们帅们呢，这里啊，点开这个福袋，哥姐们啊，点开这个福袋，然后点开这个点上一个小关小注，然后点开这个福袋，这里呢是给大家发了一个人人一百的福袋，哥姐们啊，然后呢去发表一下评论啊，然后就参与成功了，哥姐们啊，已经参与成功，开奖前请勿离开直播间，哥姐们啊，好吧，你们自己去请，自己去抢，自己去领就好了啊。那个那个小玉啊，那个小玉啊，小不是小，这是小，这叫小玉哦，这叫小丽哦，是的吗？你叫小丽是吧？小丽啊，还分不清啊，分不清嘞。那个你们就是你们这边是要找上门老乖，还是可以嫁到外面去啊？都可以的吗？都可以的。嗯，那那你能嫁到外面去吗？嫁到我们广东去可以吗？可以的嘛。可以的啊。哼，那依依你可不可以嫁到广东去啊？可以的吗？可以的。嗯，那小玉你同意你那两个妹妹嫁到广东去吗？看他们吗？看他们啊。嗯，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啊？啊，啥意思哦？他怎么一直这样看着我呀？哟，这被三个女的包围了，哥姐们啊，这一二三，小丽、小玉、依依啊，三个，哎，这个，哥姐们，两个都同意，你要娶两个，那肯定不能娶两个呀，不是，哥姐们出来嘛，咱们来到直播间的哥姐们出来们，你们帮我挑一个嘛，帮我挑一个嘛，哥姐们，啊，帮我选一个嘛，啊，帮我选一个，我跟他说一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回去嘛，哥姐们，行不行？你要挑小丽的，咱们扣个一，哥姐们啊，挑小丽的扣个一，选依依的，哥姐们出来没呢？扣个二，选依依的扣个二，哥姐们啊，那个我自己选，我有点选不来，哥姐们啊，我看到女的我紧张，我不会说话，哥姐们，我紧张我不会说话，哥姐们，好。要小丽的扣一，依依的扣二，哥姐们，依依的扣二。然后呢，这个我给你们说实话吧，哥姐们，我为什么会出来呢？为什么会出来旅游呢，哥姐们啊？因为我在家里面，我妈呢，她赶我出来了，她不让我在家，天天呢说让我去相什么亲啊，是吧？然后给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然后我不喜欢，我就跑出来了，哥姐们，啊，那个选谁？选谁？选依依啊，都打二啊。依依漂亮，选依依啊。那我问一下哥姐们，不知道，如果他不同意的怎么办？哥姐们，不同意了我就走了，行不行？哥姐们，不同意的话我就走了啊。咱们直播间哥姐们说爱貌，啊，不同意的话我就走了啊。那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求？为什么？那个依依啊，那个你们就是要是。娶你的话要什么条件？要什么要求啊？那要比我大的吗？要比你大的。嗯，你今年多大嘛？25嘛。那我26嘛。那可以吗？可以呀。嗯，可以呀。这个哥姐们他说可以哦，那还有其他要求吗？那要上山割胶的吗？上山割胶啊。干嘛？不是割两亩地吗？割两亩地啊。嗯，割两亩地胶啊。不是，哥姐们出来嘛，那个让我割两亩地胶，割两亩地的胶能干吗？哥姐们啊，能干吗？我从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活，哥姐们，我不知道我干不干得来，割两亩地的胶，哥姐们，播了多久了？那我老乖都割八亩的吗？你老乖都割八亩啊？啊？你老乖割这么多啊？身体板砸吗？两亩地是打底的吗？
吗？两亩地打底的。哎呦，这一定要干啊！不是，我不知道我干不干得了啊，两亩地啊，哥姐们，这不是一颗两颗哦，是两亩哦，两亩就很多。那个我不是要上门啊。那我老乖上门卖个八亩吗？老乖上门割两亩吗？不上门割两亩，上门就割八亩，这么多啊？是的嘛，干在身体板砸不嘛。你老乖去哪里啦？我老乖啊。搁郊去了吧？搁郊去了。哦，你们就在家里面。哦，你们就在家里面哦。搁郊吗？哦，你老乖就去搁郊。嗯。你们就在家里。你会做饭给他吃吗？你会做饭给他吃啊。是的嘛。哎呦那，哎呦这割不割啊，给姐们啊？要不要割？那还有其他要求吗？比如说要不要什么采什么礼啊那个？听我阿姐。要的嘛。要听你阿姐的。嗯，要的吗？要啊。嗯。要娶一要多少彩礼啊？可以啊。嗯。她吗？漂亮吗？要多一点吗？要多一点啊。嗯。这么多？这么多吗？这么多是多少吗？就是这么多嘛。这么多是多少啊，哥姐们？100个。那好几个零的嘛。好几个零的。嗯，那好几个，100个我也给不起啊，哥姐们，啊，这就要这么多嘛？就要这么多啊？反正你要一的话嘛，她漂亮吗？个子又高吗？又聪明吗？做饭又好吃吗？肯定要这么多的吗？那是多少嘛？就是这么多嘛。这么多是多少啊，哥姐们？有没有人知道的呀？啊？有没有嘛？一个万啊。对的嘛，一个万。嗯，还一个万可以，可以吗？啊，一个万相当于不要钱。要不要？有没有吗？哎，有。那要这么多的嘛？要这么多。嗯。要割两亩胶。嗯。还要一个万。嗯。那这我不是上门哦。那可以的嘛。那小丽呢？大妈。啊。少个零啊！是的嘛，是的嘛。小丽要少个零啊！啊！哟，这怎么选啊，哥姐们？小丽少个零，就啊？怎么选啊，哥姐们？不是，怎么小丽才少？小丽都少个零哦。你也平时好吃懒做吗？平时好吃懒做，是的嘛，不干活。啊！这么便宜啊！这么背，那个就不是，两个都可以吗？那要我这个阿妹的话嘛，那就要求身体更板杂一点嘛，干活能干得多的吗？干活能干得多的。那必须的嘛，他那又不爱干活，然后又懒。不爱干活。啊，对呀，要这个少一点，但是肯定要干活。干得凶的吗？啊，要哪个啊，哥姐们？那你干活凶不嘛？干活如果有这个多就要这个吗？这个少就要这个吗？那个，哥姐们说嘛，要哪个呀？哎呦，要板杂，要这个哦。这个，要小丽的扣个一，哥姐们要一的扣个二，什么便宜没好货？谁说的呀？哎呦，你这个真是的。别以为好啊！哎呦，你这个，不是，哥姐们，哎，要一一吗？哥姐们，嗯，吃吗？想吃就吃吗？就要一一了是吧？看嘛，这个阿妹又好吃，啊，你看又要把家里面这个。吃了，吃了要把阿米果吃了。啊，一天干活都不够他吃的。一天干活都不够他吃啊。嗯。哼，那个，那还是要一个就毛，便宜没好货。那咱们多交点钱没关系啊，哥姐们。要一个就毛，两个啊，两个都要。那不行嘛。嗯。
两个都要怎么行嘛？啊，两个都要也行吗？那不可以的嘛，哥几们，咱们人呢要一心一意的嘛，哥几们，对不对？啊，要两个，是吗，哥几们？不是，你们别搞我哦，待会我一个都要不了哦。啊，主播不要干活，给他两个 W， 哼，可以吗，哥几们？对啊，人一个一个，一夫一妻，哥几们，对吧？不能要两个。嗯，那阿妹啊，有没有人要两个的呀？啊？有没有人要两个的呀？两个太多了吗？两个太多了，那就要一个嘛，哦，哥几们哦。你吃得下吗？两个。嗯。哎呦，这个，说这个哦，哥几们。对啊，不要说那些三心二意的话，哥几们哦，待会一个都要不了，哥几们，对吧？咱们哥姐们说嘛，对啊，不要说那些三心二意的话嘛，对吧？待会一个都要不了，哥姐们啊，就要一一都好了啊，要一一就好了，别高兴太早了。啥？啊？那他在搞阿蜜果了，哥姐们，你在搞阿蜜果啊？嗯，对的吗？阿妹要吃吗？你阿妹这么好吃，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呀，哥姐们？阿蜜果，到时间没？怎么看不了了？嗯？吃过这个阿蜜果吗，哥姐们？我都没吃过这个阿蜜果。那可以，哥姐们啊，那，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出来吗？直播间哥姐们出来吗？那个，这我就选一个就走了吧，哥姐们啊。什么时候能回去？那个阿妹啊，什么时候能回去啊？去哪？回广东啊。那你跟阿妹，你要哪个阿妹吗？要依依吗？依依。啊。嗯，那先去割胶吗？先去割胶吗？割完了，还要这个断手了才能去的吗？现在就要去割胶啊？嗯。不是，现在就去割胶啦！啊，先割两亩地再说吗？谁知道你身体板不板砸呢？能不能明天再割嘛？现在天还没黑吗？不行吗？要现在就要割胶啊！对的吗？不是，哥姐们，现在就要割胶，不是他是不是来骗我干活的哟？啊？嗯，